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金灵法乐园。今天的主题还在出街国王的传奇故事第58集，小主题是礼敬佛舍利。要听之前，首先跟各位复习提醒，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证得涅槃，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精进努力修行，边工作边意念主持，行住坐卧意念主持，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定下来。尤其是每天晚上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这个功德很殊胜，能帮助各位早点证得法身，非常重要。各位大德修行不可或缺的，每一天都要修行这样的话才值得我们这一世生而为人，否则的话一天过着一天没有修行的话很可惜每一天都有人生人死有人生也有人死亡，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几时会轮到我们自己，所以赶快修行吧，让自己有内在的依靠才安全好，我们先听一点佛法，再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开一点礼敬佛舍利，对不起，祖师所教导的这句话，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ฐานที่เจ็ด，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的意思是体内中心，ฐาน来自巴利文ฐานะ，意思是处，ที่เจ็ด是第七，总意思是体内第七中心处，这里是我们心的安住处，也是我们生死睡醒的地方，最重要这里是向往涅槃的地方，也是成功与快乐的泉源。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诸佛诸圣人用来成佛成道的方法，只是帕门昆提摩尼祖师重新发现回来教导我们而已。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法圣师父时代，法圣师父目前还健在，也正在关心各位，希望每位弟子都能早点证得法身，所以我们先向祖师跟法圣师父顶礼感恩感恩祖师跟法圣师父教导我们修行静坐感恩感恩法圣师父在十多年前有开过梦中梦幼儿园学校，我们吉林法乐园节目只是借用师父开示过的内容来给各位补充解释而已。佛法虽然深奥，但容易证得，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不能研究分析什么，要学幼儿园的方式，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体内第七中心处。当各位的修行境界，幼儿园毕业后马上获得博士学位，能学习佛教里深奥的法。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最外围是仪式跟文化，当佛教传入了哪个国家就会入境随俗，仪式跟文化可能会变，但里面内层理论实践与验证总不会变，这是佛教的整体扣扣相关。当各位的时间短，要重视修行，让自己能赶快证得法身，验证佛法。好，我们复习昨晚的课一点点恭请佛舍利的仪仗队伍后面
连接着友邦国家的众国王和国王亲属的队伍。他们此次受邀请而来，全为了向长老，就是出家国王，表示崇敬之意，所以亲自来参加庆典仪式。庆典仪式的行程虽说是从舍林寺院开始，步行到新寺院的距离有相当长的路程。每位国王和亲属满怀法喜的参与，开心的紧随着恭敬佛舍利的仪仗队伍缓缓步行，全然不觉疲累。友邦国家众国王和亲属的队伍之后，有另一支多半姓队伍，先是诸臣大将及国家众官员，然后最末尾的是无数自行加入仪仗队伍的百姓民众。他们之中人人都渴望是仪仗队伍的一份子，整个仪仗队每到一处必有法喜的大众随尾加入，大大增长聚拢般的仪仗队伍。当仪仗队伍的头端抵达新寺院时，尾端可说还在舍林寺院。由此可见大众的心境是何等的法喜，见到这人山人海接踵比肩的聚拢仪仗队伍，仪仗队时即便无法插队，也开开心心的踊跃尾随恭请佛舍利的队伍。基于此因，此次仪仗队伍构成当代历史上令人印象最深刻、千古流传的佳话。恭请佛舍利和大长老舍利的仪仗队伍的阵容壮严浩大，稳步缓缓前行，所经过的各条路线时，路旁两侧的大众都深感无比吉祥纯净的无上观，心里洋溢出从未体会过的法喜充满。仪仗队伍抵达新寺院的大门口之际，小队伍各自分开，如长老、僧众、国王和亲属以及高层官员等个别进入大雄宝殿，静候供养新寺院仪式的开始。至于恭请佛舍利和大长老舍利的仪仗队伍分开后前往大法场，将佛舍利小金塔和大长老舍利小金塔暂时安放在长老之前指令人员准备好的台上。大法场上有两座仪式台，一是大舍利塔前面安放佛舍利的小金塔，另一座在往外面一点的中间是安放大长老舍利的小金塔。长老之所以只是在两座仪式台上展示小金塔，目的在于暂时安放，给大众到大舍利塔前礼敬佛之后，也有机会先亲近佛舍利和大长老舍利，然后再过几天进行仪式，恭请佛舍利安放在大佛舍利塔，大长老舍利则安放于大长老纪念堂内。昨晚到这里今天的内容礼敬佛舍利。首先强调出家国王的传奇故事属于法圣师父梦中梦的指示，请大家开开心心的听，听成传奇故事就够了。仪仗队伍中各个小团队都抵达新寺院的仪式台后，
新国王是大法会的在家居士主席，带领诸位国王和国王亲属以及高层官员徐徐进大雄宝殿内入座，其他众人都在大雄宝殿外面周围坐着参加仪式。所以从古至今啊，连在人间啊，人间这边也是按照社会所恭敬的地位来排座位啊，所以安排座位也是一种社会的秩序。连死后到了天界啊，各位也不是说平等坐在一排啊，一条线，也是按照功德波罗蜜而入座的，各位大德。所以我们现在还活着，赶快修功德波罗蜜吧，让自己的波罗蜜功德圆满一点。供养新寺院仪式的吉祥时刻开始时，长老是僧团主席，先带领僧团庄严稳步环绕大雄宝殿三周边，然后进入大雄宝殿，先绕佛，绕大雄宝殿。佛教的仪式啊，要开始之前，如果是佛塔，是大雄宝殿，是纪念堂啊，经常举办这个绕三周遍啊，表示礼敬场地啊，礼敬场地，礼佛等等。在大雄宝殿内，僧徒们入座之后，新国王带领众人诵念供养词，供养新寺院。哦，很帅啊，新国王。长头发。新国王诵念供养词之际，心中洋溢着无限法喜，全场所有人也同样感到无限法喜。新国王带领众人诵念供养新寺院的供养词后，各座主要建筑物的主席也相继带领众人诵念供养词。供养寺内各座主要的建筑物，就每一位大多数啊是国王啊，当大功德主。在前尊佛陀时代建筑新寺院也好，或者在新寺院内的各座主要的建筑物啊，建筑物多数都是国王，新国王跟友邦国家国王和国王亲属啊当大功德主。假如是国王供养啊，多数是包办的。所以在前尊佛陀时代百姓啊就只能参与一点点而已，这是很特别。喜好艺术的国王是护持金楼藏经楼建筑的唯一功德主啊，这位很帅哦，喜好艺术的国王，因此由他带领众人诵念供养词，供养藏经楼。哦，时间到了，我们先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先了。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
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张，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净、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轻松地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地安住在身体的中央处，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上产生波纹，让自己连续的感觉心已回归体内，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地意念
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的东西。轻松舒服地维持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却回去想别事，我们就简单舒舒服服的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地默念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萨玛是正是善的意思，阿拉亨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萨玛阿拉亨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证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亨，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慢慢地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神奇地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
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净中。它在我们体内慢慢地产生，默念萨玛阿拉哼，萨玛阿拉哼，萨玛阿拉哼。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清净的意念使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慢慢地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
小苦，就能脱离痛苦，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不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颂，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心已经平静快乐了，那现在请每一位慢慢的张开眼睛。สัพพีพุทธาภ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คั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
สัพพสังข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พระวันตุเตสุยสีตาเจียจิ้งจั่วขังอิตากงเตอสาธุสี่ห้าอี้สู้的国王是护持藏经楼建筑的唯一功德主，因此由他带领众人诵念供养词，供养藏经楼。十一号艺术的国王带领众人诵念供养词时，也同样感到全身涌现出无限法喜沙土，随喜功德，随喜他尊尊佛陀时代的功德沙土。我们这三天都有看，恭请佛舍利哦，同一年各位他得，四月份，是在泰国清迈从班坤，寺院恭请到麦琴寺院，然后五月份，从泰国法身寺恭请到农开，东北，12月份，从泰国法身寺恭请到甘加那布里府师命师父的家乡，这座佛塔落成后就恭请佛舍利去安放，我们来看一下啊。各位看到甘加那布里府这边嘛，就是师命师父的家乡。这边有好几座山哦，有几座山脉。师命师父小时候有到各处啊去寻找师父，找法师教导静坐，也是有其中一座山，在山上的师父告诉师命师父说，帕德呐，那是德。苏明师父的书名叫帕德纳，人人体内啊，肚子里有佛，有佛，肚子里有佛啊，从小就听到，然后打坐直到看到佛像啊，从小就看到了。所以在这几座山脉的师父也是很特别哦，各位大德。好，我们来看，2021年12月6号。Got the
凡上面恩疼天命同你冷彼地在乃如安车在2014年12月6号的这天呢、没有下雨，龙皮也去走啊，驼驼行，跟大家分享功德，洒脱，所以不用问为什么要播，里面有龙皮，看了发喜嘛，大功德主依次带领众人诵念供养词，供养寺内的主要建筑物的仪式结束后，长老为大家说法开示，并带领僧团为参加新寺院供养仪式的大众祝福全场所有人满心满怀发喜，人人开心快乐无比，这是从未体会过的满心欢喜。供养新寺院仪式圆满结束后，友邦国家的国王和国王亲属以及诸臣大将与大众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处所休息。众人每当说及或念及当日的功德法会时，还是法喜充满，整个身心现在就静静等待几天后即将到来的安放佛舍利和大长老舍利的仪式。从森林寺院搬迁进入新寺院的僧团，法师们同心协力打扫和整理僧寮内的一切，搬家嘛，也是 要整理寮房。每位法师满心法喜，满心法喜，无比开心，迎来正式搬进入新寺院的第一天，更为安居于新寺院感到兴奋。长老尽管所指令建造的新寺院圆满如愿，容纳着这么多的僧众和十方信众一起来修功德，这画面令长老深感法喜。完成建筑寺院只是长老其中的一个计划，在前尊佛陀时代呀、很快新寺院很快就竣工了，第一个计划就完成。不过这个佛陀时代金寺啊，要建筑法身寺呢，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还没竣工，不一样，所以就难怪前尊佛陀时代能把佛法弘扬到全世界去的，因为有新国王护持建筑。目前还有几天才是安放佛舍利和大长老舍利的仪式，大众只有这段时间能够在近距离内礼敬佛舍利和大长老舍利，因此每天的大舍利塔前方十方信众
蜂拥而来，礼敬佛舍利和大长老舍利。歇息数日后，休息几天后，先是安放佛舍利仪式的吉祥日子。这几天，新寺院又在处处人头传动。友邦国家的国王和国王亲属以及国内外的参与者众多，尤其是大舍利塔周围的法场上。每个角落填满了法喜，参与的十方信众大家都很想参与此次法会的大功德。应该是到这里先了，时间到了，明天再看安放佛舍利仪式。今天结尾的歌啊，龙屁会播放苏明师父2014年12月6号苏明师父家乡大佛塔安放佛舍利晚上傍晚的仪式哦。所以先祝福大家，祝福各位和家人一起听闻佛法的功德，诵准法轮经的功德，静坐抗议的功德，祝福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远离新冠肺炎，茶缘滚滚，修行进步，证入法身，祝福各位和家人晚安，明晚见。พระมหาเจดีย์ทัตตาชีโว